比较开心的，太懒了，因为遇到很多老朋友啊，这个尤其的企业家在一起了，也感谢主办单局啊，有机会今天出席这个晚宴。我希望通过这次那个晚宴的那些出版的文书呢，可以鼓励年轻人，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呢，在未来呢发展的会更好，因为你们发展期间呢比我们会更好，因为我已经到六十多岁了，我也希望未来的九十年代呢越做越好，让以后未来的年轻人就传承下去，也是我们所要的，这样的话国家的经济会发展的好。